主料：新鲜奶渣。辅料：白糖嫣然而溢，酥油、面粉。准备的食材：面粉、新鲜奶渣卵、酥油、白糖。小火裹加酥油软化成汁，和面。白糖放到奶渣上，将酥油直倒在上面，揉匀备用。馅：奶渣、白糖、酥油揉匀，像包包子一样包好，放在蒸笼上蒸到熟就可以了。白糖添加多少因人而异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